另外，在工商新闻方面，南加州天普市的 Las Tunas 大道素有“婚纱一条街”之称。近年来，随着不少医学美容中心的落户，这种格局也开始悄悄发生了改变。丽芝林医学美容中心旗舰店日前在南加州天普市婚纱一条街 Las Tunas 大道上隆重开张。天普市市议员文尚臣、河套市市长苏王秀兰、蒙特利公园市市长林达坚、天普市商会主席 Peter Choi 等出席了开幕剪彩典礼，并向丽芝林医学美容中心运行长林嘉义、好莱坞资深美容专家 Dr. Iris Paco 颁发贺状。林嘉义运行长表示，丽芝林医学美容中心希望能够用超一流专业服务，加上亲民的价格，让追求美的顾客都能够梦想成真。那就像我们现在简单介绍一下，像我们的所有的仪器现在都是市面上最新的，也是最就是一流的。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的祛斑黑钻祛斑镭射，那针对我们的 Asian 就是我们的亚裔哈，就是我们的女性或男性，他们很多就是有这个肤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很多斑啊、荷尔蒙斑，然后还有毛孔粗大什么的。然后通过这个治疗之后，我们就达到一个就是祛斑治疗之后不反弹，并且呢就是客人的那个皮肤状况非常的好。丽芝林医学美容中心药品仪器管理安全，所有注射填充类药品均采用美国食品安全局 FDA 批准，可在药监局官网查到药品号码。中心采用世界最先进的美容仪器，如黑钻嫩肤镭射以及逆龄生长因子纳米提拉水光针等，力求达到最佳治疗效果。We want to look our best, regardless of our age, our gender, wherever we are. As many of you know.In recent years, men have become started to take care of themselves in ways traditionally associated with women. So, because of that, the beauty economy has been robust, it's resistant to economic downturns, and is projected to rise in double digits within the next decade. In fact, in the area of skincare and beauty, which is our specialty at the moment,丽芝林医学美容中心服务项目分别为整形类和非整形类两大类。整形类服务为各类手术项目，包括双眼皮、割眼袋、自体脂肪填充等。微整形类服务中心有无痕线雕局部或全脸提拉、超声刀、生长因子纳米提拉水光针等。凤凰卫视实习记者杭蒂洛杉矶报道。